在场的各位来宾，我们所有的家长，还有老师，以及我们同学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是我们大道国中音乐班第13届、14届同学的成果发表会。那我们很感谢所有的家长的对孩子们的付出与支持。那今天本来下午下大雨，我还很担心，还好天公作美哈，天气还不错。那待会儿呢，我们在我们汪老师的指导下，相信各位可以聆听到最美妙的乐音。那周末，仅以最愉快的心情，祝福各位今天都能够身心灵愉快，然后祝福各位平安喜乐，谢谢大家。校长、主任、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在今天音乐会开始之前，我们有特别安排一首曲目哈。那因为最近我们发现，在我们的周边，不管是世界各地或者台湾，有许多的灾难。那我们其实都是能感同身受的。于是我们在今天音乐会的一开始，我们安排了一首《千峰之歌》。我们这首歌呢，其实就是要献给在不幸意外当中过世的这些人，以及安慰这些家属。那这首歌的歌词呢，它是这样写的：他说，请不要在我的坟前为我哭泣，因为我并不躺在那里，我已化为缕缕的千峰，随时萦绕在你的身边。在秋天，我化为缕缕的千峰，在冬天，我化为片片白雪，都萦绕在你的身边。所以请不要在我的坟前为我哭泣，因为我已不在那里，我已化为缕缕的千峰，随时随地与你在一起。我们用这首歌曲献上，为这些罹难者以及安抚这些罹难者家属，我们献愿天佑台湾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请到我们的第一届黄国哲学长为我们来演唱这首《千峰之歌》，我们欢迎黄国哲学长。Thank you.
我们上半场的曲目到这里结束，休息15分钟之后，今天我见到下半场的节目，请大家稍作休息，不要走远哦，下半场非常精彩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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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扣曲，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轻松而且非常动感的 Skyline， 谢谢。
好，其实每一年呢、哦，在办音乐会都要绞尽脑汁，要想一些新鲜的玩意儿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特别的秀在后面，可是呢，他的经纪人说，要他惊艳全场可以，如果 uncle 声太小，他就不会出现。期待吗？好，那因为呢，我必须在这边说一些话，让他们有时间准备。然后我们这个今天呢，有一个神秘嘉宾会来到现场。那这个神秘嘉宾呢，我相信他待会儿一定会惊艳全场。那请大家好好的期待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，我跟他的经纪人瞧了非常的久。好，那经纪人说，我们很忙的，那所以呢，我可能要看看时间。我说，可不可以拜托一下，我们8月9号这么特别的一个节日，而且我们是在7月半的前一天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很特别吧？今天很特别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位神秘嘉宾的经纪人就说，哦，好吧，那不然今天里面演完之后再到外面演一场那个现好兄弟一场。我说不用啦，这样子我们在室内一场就好了哈。那是一个我们因为你看一下大家很忙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常常都会觉得我们大道学生真的赞，他们真的做什么就是同心协力啪啪啪，那就像蚂蚁雄兵一样就完成了，很快的时间完成。为什么我们要调整舞台呢？因为我们的神秘嘉宾待会儿会现身，可是你们如果没有掌声或者 uncle 声不够大，他就不会出现了。他的保姆车在外面等他哦。还不够大声，还不够。来，尖叫声，再一次。啊，不知道经纪人这样可以了吗 ？OK， 经纪人说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我们的压轴，大家拭目以待。
彩吗？精彩吗？不够大声。他们经纪人说他难得来哈，可以就多叫他跳几次。然后我们谢谢我们的舞群，来给我们的舞群掌声鼓励一下吧。好，要结束了对不对？哎呦，还有啊、哦，你们没有喊 uncle 啊？他不会知道，他只听那种 uncle。要再一次的话，你们要跟着跳哦，要叫姐姐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四十一小节，一二三六。我们谢谢惊艳全场的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啊，姐姐，我们请姐姐讲几句话哦。这个姐姐，要吗？来，姐姐，她跟我讲说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大道管乐团厉害的地方，她是我们管乐团的学长。她跟我讲说不能讲第几届好，那我就不要讲她第几届好了。他说他在大肚还要做人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你们可以做得很好。然后呢，他上礼拜有回来吹壁发，穿西装的那位，对，我们的，我没有说你第几届啊，我只说你是学长哦。好，刚刚他经纪人说，如果待会儿会后想要找他签名的，没问题，签一次十块钱哈、哦。然后我们的舞群呢，就免费签呐、啊。如果大家想的话，我们跟舞群可以免费签名哦。那我们真的今天非常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音乐会，因为我们校长哈、哦、大肚子，我怕他以后他的小朋友出来就会跳姐姐了。Uncle， 姐姐讲几句话哈、哦，来。去倒带，从头来一次，要吗？要吗？好，来，舞群，从头来。
不行，我要指挥，我的任务是指挥。班长不见了，他绕跑了。好，来，我想讲最后一次咯，今天不要太晚回家哦，哈，早点回家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的经验累了，他真的很辛苦哈，因为他跳要穿高跟鞋跳舞，因为我们的地板有点滑，所以对他来讲是有点辛苦。不过我们班我们的舞裙造型真的非常特别，我谢谢文佳妈妈帮他买的西裤袜，还有大家有注意到我的领带跟某人的裙子是同一块花布的。因为我真的找不到他在时的裙子，所以我只好去福山的布庄买了布，然后请文佳妈妈帮他扯一条裙子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想说既然多了嘛，我们就做一条领带跟你搭配一下哈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会到这里结束了，我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明年有空再来，我们会有更新的节目，欢迎大家。